这里是狼人 Tribute 的直播现场。哇哦哇哦，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周五晚的8点跟大家准时见面，如果喜欢我们别忘了动动手指关注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有8位来自我们易安音乐社漫画的主人翁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同样呢我们也请到了2位非常有经验的玩家一起带我们走进狼人杀的世界，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好好，棒棒。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10位我们参赛选手。首先是我们风趣幽默的宇宙大表哥。好Hello 大家好，我是时髦虚拟英雄联盟主播宇宙大表哥，很高兴能跟你们一起玩游戏啊。好，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参赛宣言吗？我觉得把这些小帅哥都干掉，我就是最帅的了。哇，你的心有一点狠。接下来是我们的2号，来自易安中学6一班的李子勋，掌声欢迎。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易安中学6一班的李子勋。哇，非常可爱的一个小朋友了。接下来是我们3号，我们非常傲娇可爱的展艺文。Hello， 大家好，我是傲娇的展艺文。你的参赛宣言是什么？参赛宣言 carry 全场。carry 全场，哇，梦想满满啊！接下来是我们偶尔失去方向的4号方祥瑞。大家好，我是来自易安音乐社的方祥瑞。然后今天来到这里呢，主要是带你，好人队走向胜利。万一你是狼人呢？万一是狼人呢？那就干掉所有好人。好了，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5号，一行、美行傻傻分不清楚的孙一行。我你们的掌声呢？Hello， 大家好，我是易安音乐社的孙一行。今天呢，反正无论我在哪一边的阵营，我都会拼尽全力。加油！接下来是我们易安音乐社的社长大大，欢迎6号何洛洛。好，大家好，我是何洛洛，谢谢。我的参赛宣言就是：假如我是狼人，我会干掉所有狼人。对，就是这样，干掉所有狼人。好吧，接下来我们欢迎 carry 力满满的7号风小狗。大家好，我是熊猫的主播风小狗。那在这里玩游戏的话，希望大家能就是更多积极的发言吧，然后体会到游戏的乐趣就够了。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8号著名的风景博主林墨。好。大家好，我叫木木黑土啊，林墨啊，这2个字很好写啊。然后今天我的参赛宣言是：打倒所有坏人，干掉所有好人。那还剩下谁？我想问。好了，接下来欢迎我们的9号，现在沉迷于极乐净土的我们的迟毅。好，大家好，我是来自烟色的迟毅，我想提醒一下狼人不要跟我怼哦，小心眼。看他这小眼神。最后，我们来欢迎我们同样是我们易安中学的小可爱了，我们的10号林家浩。哦，这是我弟啊，多多关照啊！这是我弟啊，多多关照啊！大家好，我是易安中学6一班的林家浩，我的宣言是：一定要赢！好，一定要赢！都简单气场啊，简单有称呼了。看来大家对我们这个游戏热情度都是非常高，而且据我了解的话，我们特别是我们的小朋友啊，应该是第一次尝试玩我们这个狼人杀的游戏。我相信今天有2位高手在我们节目现场，我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好好学习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狼人杀的比赛规则，一起来看 VCR。狼人杀的规则很简单，选手根据自己的身份牌分为民和狼2个阵营，狼人每晚可以杀死1个村民，等到把所有村民或神民都杀死了，狼人就获胜了。村民是好人，所以晚上不能杀人，只能在白天大家举手表决，找出狼人并处死。
杀死所有狼人，村民就获胜了。为了弥补村民不能杀人的遗憾，他们中间有一些有特异功能的神明。女巫在全局中分别有一次机会可以杀死和救活一个人，机会宝贵，千万别救错喽。猎人，猎人平时跟普通村民没啥区别，但是当他死的时候可以开枪杀死一个指定的人，这正是死也要拖一个垫背的。预言家，这个就厉害了，预言家每晚可以验证一个人是狼还是民，当然验出来以后别人是不是相信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最后还需要隆重介绍一个重要身份，就是警长。之前不管你是民是狼都是天注定，但这个身份就不同了，大家可以自由争取，用自己的美貌智慧与才华让大家都选你做警长吧。这样你不但可以决定发言顺序，最后还比其他人多出半个投票权哦，是不是很厉害很逆天呢？可是注意千万不要让狼当上了警长，不然很容易就全村死光光了。以上就是狼人杀的基本规则，怎么样，是不是简单明了又很刺激？哦，刚刚那个 VCR 呢，我们已经大概知道了我们的狼人杀的比赛游戏规则了。不过呢，我们这个狼人 Triple Q 呢也有自己的一套规则了。因为我们十二期的节目呢会在最后评选出一个游戏王，每一期的时候我们也会选出一个单场的游戏王。所以说呢，我们在每一期的节目录制过程当中会有非常精彩的这个狼人杀呈现给我们正在收看直播的这些观众。所以说呢，狼人阵营每获胜一局呢会积两个积分，那平民阵营呢如果获胜呢就会积一个积分。所以说为了自己的这个荣誉，我希望每一个选手都能够全力以赴。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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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我们当季我们这一季的游戏王会获得一份真的是非常棒的礼物，你们真的可以期待一下。好，我们肯定会期待的，肯定是我的。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会告诉你们，有奖励也会有惩罚，对不对？狼人获胜了会有积分奖励，那输的队伍有什么惩罚呢？现在我请我们的道具老师来让你们感受一下。三二一，走起！哇！都没了！妈妈发姐，我吹了两个小时。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话不多说，就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戏了。第一轮游戏，接下来有请我们欢乐的道具小哥把我们的身份牌送上来。哎，我感觉这个地板有震动哎。哎。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你们会有三秒钟的时间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在这三秒钟的时间，你可以看一看对方的表情，也可以观察一下他们都有哪些小动作。身份都确认好了吗？接下来我们正式的进入游戏。在正式进入游戏之前呢，我还要提醒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观众了，如果喜欢我们，礼物可以刷起来，关注可以点起来。现在天黑闭眼，狼人请睁眼，狼人请选择你们要攻击的对象。狼人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预言家你可以验人了。昨晚你验的这个人是预言家，请闭眼。女巫，请睁眼。女巫，昨晚玩家死亡，用解药吗？用毒药吗？女巫，请闭眼。猎人，请睁眼。猎人请闭眼。
间亮。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这个警长竞选的环节，请想竞选警长的举手示意告诉我，一号、三号、八号、十号，现在从一号开始发言。一号玩家，这里是一张民警以上的身份，我不是预言家。然后呢，我上者的目的就很单纯啊，我如果是第一个发言的话呢，我就给后置位一点压力，因为我觉得上者呢有一、三、七、十，是吧？那三、七、十里面肯定有一个预言家，而且我感觉会有狼。然后我知道的就这么多，然后我就退水了。过。OK， 好，下一位三号。三号这里拿的是一张预言家牌，然后昨天晚上查的是八号，八号是一个金水牌。然后，就是如果后面如果七号或者十号，如果里面有一个预言家的话，对不起，那里面肯定有一个是狼，谢谢。好的，接下来有请八号。好，我现在我第一局我就要公布我的身份，第一局我是个预言家。当天晚上我查了一号，一号他是个狼人，对不对？你笑容很奇怪，然后你挑预言家对不对？你抛过去，可是你错了，挑预言家你抛给我。大错特错，我其实就是一个预言家，你们俩都是狼人，你们信不信？如果今天晚上我死的话，女巫一定要救我，如果她死了千万不要救她。我话就说到这个地方，我警长这个位置必须给我，他们两个肯定当中绝对两个人都是狼人，相信我的判断，肯定不错。火药味满满啊，接下来我们听一下十号。我现在自曝身份，我是一个村民，我只想用我的实力带好人们走向胜利，所以说你们都投我吧，真的，我能带你们走向胜利，我只是个普通的村民。 OK， 小梦想家，接下来我们其他没有上警的在心底考虑一下，你们准备把这枚责任重大的警徽交到谁的手上呢？倒数五秒之后举手示意告诉我，五、四、三、二、一。恭喜八号玩家获得这枚责任重大的警徽，来，友情传递一下。好了，我告诉你，昨晚第一夜我们死去的是六号，来听一听他到底有什么话要说。其实第一轮死掉，就是其实蛮可惜，但是我想告诉大家，我是个猎人。对，那你为什么？你可以发动技能啊。对，我可以发动技能，然后但是我先想说一下，就是第一轮四个人上警，一三八十，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就是已经认定八号是警长，那我们就要相信他。但是我觉得有现在就是第一轮有两个那个预言家，所以我不能浪费这技能，所以我想带走一个人啊。可以，对，我发动技能，我带走三号。可以。开心。这样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我真的是预言家，八号做八号，我觉得八号才是一匹狼。我这里拿的是一个预言家身份，我昨天晚上查八号他是一个金水，但是你要跟我抢预言家身份的话，我觉得你这个村民也可以不用当了。哦，局势看来有一点点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警长来选择一下发言的顺序，是死者的左边还是右边？死者的，他的右边。这小迷糊啊！哦，他的左边还是右边？哦，他呀，对，哦，他的这边站着。哦，好的，有请五号。我觉得吧，可能就是那个感应文，我觉得他就是刚才就死了，感觉有点愤怒，我感觉有点像是这个预言家，但是现在也无从得知，对吧？然后我觉得沙河洛洛的话，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感觉是熟人团。对，就可能像什么八号啊，什么那个三号啊，四号这些，这对过。好，有请四号。我感觉展翼文可能就是一个狼人，因为他的戏演得比较像，因为他们是跟我的，他那个演得太好了，我都看不出来，所以我觉得可能三号就是狼人，可能一号也是吧，我比较相信八号。好，有请我们的二号。
二号，对，就是你。你是神游吗？哎，睡醒了吧，小孩？嗯，我这局，我还没看出来什么。哦，还没有看出来。你觉得谁像好人，谁像坏人呢？九号像坏人。九号像坏人，为什么呢？他看上去比较坏，对吧？对。啊，比较坏。好了，有请我们的一号。一号嗓子家发言。一号嗓子家刚才不好意思把那个号码牌弄错了。然后我这里说一下，在我这块看，就是这一局好人已经雪崩了，因为已经走两个神了。他八号给我发一个查杀，我在认清自己底牌的情况下，那他八号必然是一匹狼。然后走了一个猎人，走了一个真的预言家。现在场上就是女巫，你一定要藏好，就只剩你一个神了。就这一轮，我觉得在目前来看，好人已经雪崩了。这一轮所有的好人，所有的平民就很简单，赶紧撕警徽，看他把警长给谁就完了。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狼警长干掉，不然好人就已经崩，因为场上只剩一个神了。这儿在我这里就是一个真的预言家，肯定是一个真的预言家，所以这一轮就出发。 OK， 我们还有机会，女巫藏好过。 OK， 好，接下来十号。我是比较相信八号的，他说他是预言家我信，他说一号是狼人我也信，三号肯定是狼人，他演的真的比较像嘛，他演的比较像。如果一号说三号他是预言家的话，那我怀疑他们两个是同伙，他们两个都是狼人。好，就这样过。九号，我想先问一下二号，为什么说我是坏人？我猜的呀。这说明我有可能不是坏人，我只是一个铁民，我是一个村民，我也相信八号，因为我每次总觉得展一文的他是演技比较好一点嘛，所以我也相信八号，就先跟着八号这个预言家的警长节奏走。过。好，我发言。前面呢，展一文他说他给我发了个金水，他后面他又跟我说他又给我发了个查杀。我没发查杀。对啊，他要说你这个村民如果要跟我抢预言家的话，那你就不用。对啊，你在，那就不用。你在给我发金水，可是我就是一个预言家，你怎么给我发金水？所以你就是个猎人卖狼人，谢谢、啊。你就跟他一起是同伙。谢谢啊、一号昨天晚上我查的是你，你就是个狼人，对不对？没事，不要再相信我，这一局肯定得票一号，小狗哥就看你了。就是这个基本规则还是要有，对吧？这一局呢出一号牌，然后你晚上呢我帮你留一下警徽流啊，你验一下那张二号牌，然后如果你晚上死了二号牌是狼人的话呢，你就把警徽给撕掉啊，如果二号牌是好人呢，你就把警徽给他，这样我们就知道信息了，避免你晚上死了这个警徽的去向呢不知道啊，所以你验一下那张二号牌好吧。就是你们认为三号牌是预言家的小伙伴，对吧？你们认三号牌是预言家展一文，那么三号牌的精髓是谁呢？是不是八号牌？要出八号牌之前是不是要先出三号牌？因为这个是他验的精髓，连他自己都认八号牌是好人，是不是这个道理？那你们认八号牌是预言家的呢，八号牌是不是比三号身份要高？那是不是出一号查杀？也就是说这八号是出不去的，对吧？你们狼队格式打崩了，而不是好人雪崩，是好人大优，好不好？第一天走两狼，猎人呢带走一个悍跳预言家，带走了，然后我们今天出一个查杀牌，然后你去验那张二号牌，如果二号牌是一张好人牌的话呢，那我们外置位再推，好不好？这个时候不需要其他神跳出来，因为第一天的话我们死了一个猎人，也就是说其实大家以后在玩的时候呢，可以第一天尽量的去救人，女巫尽量第一天救人，因为第一天救人的容错率是最高的，就是你救了一个狼人呢，你可以判断他是不是自己自杀来分析，但是如果你不救人呢，有3/10的概率会刀到猎人或者你自己，你自己又救不了自己，对吧？你又不敢乱读，第一天什么信息都不知道，或者是杀到这个预言家牌就很亏，所以尽量救人。你看第一天就已经让我们少了一个神，但是我们是大优局，好不好？就是今天先出一号牌，我这里一张平民牌，我铁站边你八号牌，狼队的格式打崩了，就是也不需要去演了，好不好？然后你去验那张二号牌，然后其他的话，如果二号牌是一张好人牌的话，我觉得可能九号十号出最后一匹狼吧，就这么简单。因为我看到二号牌可能有个小动作，在投票的时候二号牌好像先是举了一个一号牌，不知道我这个角度看起来的话像是先举了个一，但是发现有很多人都举八，所以你改成了八，是不是？可能我看得不是很清晰，所以我觉得你像是一张狼人牌，好不好？这边站八号牌出这张一号牌过。好啊，
看来大家的分析啊，听完了之后呢，我觉得大家心里已经有了心目中的那个狼人人选。现在五秒钟的时间，再考虑清楚，然后一起告诉我答案。五、四、三、二、一。好，一号玩家有什么话想说呢？就你们觉得三号是狼，一号是狼是吧？就全场我们就两个狼的，就没有第三匹狼了是吗？就我觉得吧，首先你们现在是不是有点就是特别特别的，就只有一个逻辑？你们想一下，就是这个八号他是不是在演你们，对不对？然后我也没什么说的，我就觉得挺遗憾的，过了，愤然离席。关灯，关灯，关灯。接下来我们的游戏继续进入第二页，天黑。狼人请睁眼，狼人请选择你要攻击的玩家，狼人请闭眼。女巫预言家请睁眼，预言家请验人。昨晚你验的人是预言家，请闭眼。女巫请睁眼，昨晚死的是使用解药吗？使用毒药吗？女巫请闭眼。天亮了，昨天晚上呢，很遗憾，我们的五号以及我们的九号离开了我们的游戏。五号有遗言。其实我就是一个女巫，然后昨天晚上狼人杀了我，但我用了毒药，我带走了九号。我觉得因为就是他那个演技，拿到狼人牌他就会就是会比较结巴，会比较紧张。然后之前其实二号牌就是随口一说，然后他就选择了一个就是比较好就是突破的一个口，就指向二号牌，就是而且他解释的时候也比较结巴，就是这样，条条是道啊。接下来我来打破一下这个游戏的规则，因为我是法官。九号，你死了之后有什么话想说？我想说的是，我们两个另外两个人死太快了。你狼吗？不是，主要是第一轮预言家就查出来一只狼，这样就已经特别危险。对，我们这一局是我们的平民和神明获胜，恭喜你们！主要是第一晚开始啊，没有，是你跟我一个上个组的预言家怼起来了。不是，当时一号玩家说是九、七号和十号上级，但是我就听成了七号和十号里面有个预言家，我就没注意到八号是个预言家，然后就丢给了他一张金水牌，结果他上警了，七号没上警。其实我真的很想问展翼文，你当时就是丢给他的时候，你的内心是怎么样的？我是想的是七号上警了，肯定不能给七号金水啊，只能给八号金水啊。结果是七号没上警，八号上警了。我觉得这个锅必须得我背了。就是我看错了，我以为我第一轮真的是觉得好像是七号上去了，然后八号给我发查杀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要崩了。就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崩了，后面就不好掰了。但是你们狼人为什么不自爆一个呢？你说的很有道理，你说的很有道理，下次可以爆。然后我还想问一下洛洛，你就第一下就被刀了，然后感觉采访一下，来话筒就他，就是第一下。就被刀，我感觉，啊，我还都没有，我还第一轮没了。然后其实我这样想，就一开始我看到就是他就是展一文，他说他跟那个八号对调预言家。其实我一开始就是其实两个都不是很相信，因为他是警长嘛，所以我们只能跟他。然后我就不是太相信他，就是展一文是狼人。然后我就随便带走一个，结果后来对，等三号说烟的时候，哇，他就说就有点过了，就感觉还很委屈那种，然后我就
就断定他是那个。那最后我们这里还有一个真的小的福尔摩斯，就凭第六感，二号就觉得九号是坏人，然后九号，你当时内心是什么想法？我真的。当时我看七爷那个，你是要跳一段那个极乐净土，然后啊，当时七爷的脸都青了，就真的不是。你怎么以为我是鱼？那我就不当然了。啊，是这样的，你，是老爷，这都结巴了。我觉得我们应该表扬一下九号，就是那一轮他找到了女巫，很关键。如果不是女巫组队的话，其实我们还是有机会的。对，白天糊弄一轮的话，还是有机会的。再把那个，如果要不是他把我给杀了，我就想推这个七号。推七号，就是把七号给票走，因为。七号，你怎么跳我呢？我是预言家，我前面我是八号，不是七号和八八号，他们本来都有什么嫌疑？我想，可是你不行啊！你说到七号，我真的很想问一下小狗，就是哦，应该是第一次跟我们小朋友来玩游戏，感觉怎么样呢？对，比想象中的要好，比想象中的好。就是、觉得就是可能第一局在这个狼队在配合上，还有一些细节上没有处理好。要不然的话可以打得很精彩，因为在他们的视野里面可能随便发个八号或者十号查杀就组队了，刚好组到个预言家，对吧？然后就可能胜算就会高很多，而且他们第一天刀到了猎人牌，运气肯定是很好很好的。说到这儿啊，我想给一号玩家还有我们七号玩家，如果给我们这些小朋友这第一局就初次接触游戏的话打个分数，十分的话你们会给几分？考虑一下，考虑一下啊！然后听我口令一起告诉我，五、四、三、二、一，八分吧。我觉得第一轮的话，六分吧，六分。对，因为我相信他们会越玩越好的，所以说我想把他们的起点不要定得那么高，我相信他们都会有进步的，而且会越来越好。那给八分的理由呢？就我觉得首先游戏是具有娱乐性的，对吧？他们的娱乐性我觉得蛮强的，你看三号牌一上来，对吧，就已经进入状态了。一个悍跳的预言家虽然说发错了，但是他其实是被误导，他以为我七号跟十号才是，所以说他其实在主观意识上是没有任何错误的，所以娱乐性就已经很强了，所以我觉得应该能打八分，就是不用太追求怎么样的一个技术水平，因为没有到那个。好的，刚刚两个哥哥也在说啊，游戏嘛开心最重要，小朋友们开不开心？开心开心。好，那现在以后不在你边了，以后那现在我就让你们开心一下，刚刚输的狼人阵营准备了啊，三二一开始。我还要再来一次，还要再来一次。OK， 我的警徽还给我，然后我们快乐的道具小哥可以把我们的身份牌收上去了。好起来，娘一点。哎，跳一个，十月，十月，十月，八月。刚刚一局呢，我们是一个上帝视角，接下来的比赛我们将进入更加烧脑的普通视角了。接下来我们第二局游戏正式开始，有请我们的道具小哥。哈哈哈哈哈！是不是还是一个画风？怎么一样的？好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啊？同样呢，你有三秒钟的时间来确认一下自己的身份，也可以看一看你小伙伴们的反应。这些喜欢。身份都确认好了吗？那我们进入游戏，天黑闭眼。狼人请睁眼，狼人请选择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哎，确定好了没有？确定好了没有 ？OK， 好，狼人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预言家请验人。你验的人是预言家，请闭眼。女巫，请睁眼。昨晚死的是使用解药吗？使用毒药吗？女巫，请闭眼。猎人，请睁眼。猎人，请闭眼。天亮了。接下来我们进入警长竞选，想要竞选警长的请举手示意告诉我。四号、六号，只有四号、六号，两个。好，根据规则呢，可以按照我的想法来选择发言的顺序。你们两个要不要来贿赂一下我？就让六号先发言吧。残忍的拒绝了我。不是，我主要是想听一下。啊，好的，那你就先发言吧。四号开始。我这里的一张牌。是，对，就是在大家手上胜利的一张神之牌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真挚的眼神是，对，来个特写，所以如果谁等一下会跳预言家的话，那人肯定就是个狼人。然后我趁这个机会说一下，昨天晚上我查了七号，七号他就是个，好过，好的，有请我们的六号。刚刚四号说他是预言家，那巧了，我也是预言家，我昨天晚上查的是八号，对，八号是好人。怎么都是八号？怎么都查了？对，我查了八号，八号是好人，因为他上一局是预言家，他演的就是比较好，所以我查了他，对，他是好人。然后另外我不知道，对，因为第一局，我只能这样说，对。嗯，好的，听了两位选民的发言，我相信每一位选手都有了一个答案了。接下来我数五秒钟，一起把你们心目中的那个警长用手势告诉我。五、四、三、二、一。恭喜我们的四号获得警徽。他是一直想当警长的，我一定会带大家走向胜利的。然后我选择把警徽留给我旁边的分行。好，选举完警长之后呢，我要告诉大家，昨天第一晚平安夜。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警长规定发言的顺序。从我的右边开始吧。OK， 好。刚刚七号为什么四号为什么我力挺四号呢？因为他说他第一个说他是预言家，然后给到了七号是查杀，但是我也是有点半信半疑的。他虽然就感觉他有这个底牌，他是有底气说出来这话，但是六号我感觉他这话有点虚。他说他查了八号，你给的八号是什么？金水还是查杀？好人。好啊，金水。对。那如果给了八号金水的话，但是六号他说他是预言家，七号刚刚那个四号给你的查杀牌，他力挺的是六号，就说我觉得里面肯定有一个真的预言家和一个狼人，或许可能狼人是你六号，然后七号是他的狼同伴，然后力挺六号，因为狼人不可能不上警吧？作为警长是1.5票，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如果狼人不上警的话，就等于处于劣势的，肯定是其中一个狼人上警了的。反正我更愿意相信四号是预言家，过。好的，有请我们的二号。
我这样看的话，投，我觉得展一文就是那个三号，他说，四号，是预言家，这个我有点相信。然后呢，要么六号就有个可能是狼。然后呢，再分析投六号的有一个七号、八号和十号，七号、八号、十号里面有可能有一匹到两匹狼。好的，好，有请我们的一号。一号小玩家发言，就是六号，你上井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不好，叫我也是个预言家，就总共只有一个预言家，你用了这个也字就特别的不好，所以说这个是你井上说的一个，就这一个字特别呲，然后所以说我把票投给了四号，然后七号小玩家的行为吧就很好理解，因为他是四号的查杀，他肯定会上票给六号，然后我希望你一会儿八号你好好发言，我不是针对你啊，就是说因为六号给你发了金水，你投给了六号，就说明你立马就把这杯金水给接了，然后我希望你到时候能好好发言。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就是十号小丸子就感觉那一边和我们这一边的就行为就特别的不一致，我希望大家都好好聊一聊，多聊一聊。好了，过了。好，开心一点。有请我们的十号。我知道你们大多数都比较信任的是四号，我们三个投的是六号，你们会觉得很奇怪，以为我们之间会有一两个狼人，但是我真的是个村民，我是比较相信六号说的话，他说的比较真诚，其他我还暂时是没有什么发现。下一个吧，听听别人的意见。好的，九号。我想说的就是我是相信四号的，我投也是投给四号，先是进。刚说完竞选这个警长的时候，四号是立马就举手，气势很高那种，而六号是这样举得很，就是气势很弱，对，气势很弱，说明我觉得六号、七号、十号是狼。好的，有请八号。其实刚才呢，六号跑狗竞选，我确实是一个村民，但是。村民，你们应该想象得到，村民肯定不是普通村民。但是你们想一下，普通狼人，如果他第一个我想的话，但我不确定四号到底是不是预言家，但是我还是投给六号，因为假如说普通一个狼人的话，他第一个跳预言家的话，别人肯定会相信第一个而不相信第二个。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他更加有说服力，因为他们想，如果狼人的话肯定跳第一个的话，他们肯定会相信这个人是个预言家。但是我不确定，但有可能是真的，有可能是假的。反正我是听了那个六号的金水的，所以我。刚才那票是投给六号，不，好，七号。七号玩家这一轮在六号牌的边，就是，大家可能看的不是那么清楚，但是我看得很清楚。我一张平民牌呢，收到了一个查杀啊，我是背着一个查杀这两个字的，对吧？在我的视野里面，他是真预言家，这个是假的预言家，很简单。那今天的话，全票出这张四号牌，好人看不清楚视野的呢，就是。听我说一下，就是不要把我的发言全部遗忘掉，好不好？因为我这里真的是一张平民牌，如果我今天被出了，他们晚上把这个预言家杀掉，对不对？然后他起来，他再随便说一些有的没的，或者他自爆找到了神明，其他的神明直接刀掉三匹狼在场上，基本上他们就特别好赢了。因为目前为止的话，只有四号一匹狼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面，就是四号牌为什么是一张狼人牌悍跳预言家呢？因为在我们游戏竞选警长之前，我们上帝他会选择发言顺序，那四号牌的发言是这样子的，我给大家重复一遍，四号牌是这么说的啊，四号牌说让六号牌先说吧，我想先听一下，就是他是一个准备起来模仿预言家的一个悍跳的启示，明白？他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所以他想让六号先发言，但是上帝呢给了他一个就是一个开玩笑啊，让他先发言了。他表示就是他自己显得很紧张，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发言，所以他前半段的发言他是这么说的：说啊，我这里是一个能带大家赢的一个神牌。然后后面才说，那我说一下吧，我昨天晚上查的是七号牌，它是一个这个，对吧？这是他的发言，所以你们看得不清楚，但是我能记得很清楚，他就是一个悍跳狼，他所有做的方式呢都是在模仿预言家的发言。而六号牌的发言呢就很简单，他验了谁，谁是一张好人牌，他就直接说出来了。对不对？这就从你们好人视野出发，我就跟你们说这一些。那我不用从这些小的基本点来出发，因为我接了一张假的查杀，我这里是一张平民牌，所以我可以直接就知道六号牌就是一张预言家牌。然后其他的神藏好，好不好？其他神一定要藏好。今天出这张四号牌，一定要听我的发言，我真的没有在骗你，我就是一张平民牌。麻烦听六号预言家的验人，好不好？然后六号预言家，你今天晚上验一下就是那一边的牌，因为那边的大部分都是投给四号牌的，并且你。
你可以从二号、三号里面验。比如说你验二号牌吧，我给你留一下吧，你验一下那张二号牌。为什么呢？因为二号牌是在模仿三号牌的发言，它有一点划水的一些嫌疑，所以它可能做成一张狼人牌。它要是好人的话呢，你明天告诉我们；如果你没死的话，它要是狼人的话，你也明天告诉我们，好不好？先验一下那张二号牌。我今天铁站面六号牌出这张四号牌，我真的是一个好人牌啊，过了。好，有请我们的六号玩家。这样，刚刚就是投票，就是你们都认定是我是那个狼人是吧？但是我告诉大家，就是我真的是预言家。假如你们这一轮把我投了，那估计好人就有点困难。对，假如你们现在不能确定，可以你们就是这第一轮全弃票，对吧？我今天可以查四号或者查二号，对吧？听那个七号发言，七号上次发言，就这样。好的，接下来有请五号玩家。我虽然只是一个平民，但是我已经基本上可以确定，就是这三个狼是哪三个了。基本上据我观察的话，应该就是六七吧。怎么说呢？首先，八号玩家那个脸色都已经要那个滴出水来了啊。而且他之前投票的时候，就是先就是考虑了一下，然后哎，他觉得看了一下六号那个玩家的眼神，那我就投六号，就是这样子。然后就可能就是力挺六号，然后还有七号也力挺六号的话，那六号如果是个假的预言家，然后这两个就肯定是他的狼同伴，然后这三个肯定是一伙的狼人，这样子过。好的，接下来有请我们警长发言。我想给大家说一下。我最开心呢，像两个人竞选警长呢，我想六号发言的话，主要是因为我本身就是预言家，所以我想看一下他肯定，我想看一下另一个是怎么发言的。他一上来就是说他预言家，他肯定就是假的。今天你就验七八号。然后我确定，然后这一局的话，最好先把七号和六号票走一个，就我的意见是先把七号给票走，不然的话今晚上我可能会死掉，所以像礼物也没有解药了。所以我现在给大家确定的就是六七肯定是个狼人，两个都是狼人，所以这一局肯定要票走一个，然后女巫在晚上补走一个，然后还剩一个狼人的话就很好，游戏就很好赢。对对，其实这局还蛮简单的哈。只有我在控制着。我有话说啊，虽然第一夜晚上呢是一个平安夜，但是白天可能战火我觉得就有一点点啊。我相信正在看我们直播的你呢，也感觉非常非常的着急，想帮忙又帮不上忙的感觉。所以说现在我帮你们谋一个福利，现在我会请我们的导播给他们每个人会有一个特写，要求是你们把小礼物刷起来。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把你们心目中的那个狼人人选来告诉给我了。五秒钟的时间考虑清楚，然后一起告诉我。五四三二一 ，OK。其实我已经肯定做三个。我们七号玩家先把你的灯灭掉。这个七号玩家有点委屈哈，七号玩家有点委屈，就是这一把的话没关系啊，我是一个平民走了，我希望可以用我的死呢来让大家就是回心转意啊，真的我真的就是一个平民，跟你们分析了很多，跟你们讲道理，可是你们还是把我给投了，对吧？没关系，我们预言家还在场，那边应该悍跳狼，然后投我票的人呢，有这个一二三五，对吧？然后五号牌呢是铁站边四号牌的，打我们六七八三个人是三匹狼，那你告诉我。八号牌是六号牌的精髓，在这个板子里面呢，就是狼是特别少的，对吧？他敢给自己的狼队友发一个精髓，真的是冒了特别特别大的风险。其次呢，八号牌是弃票的，他没有投那张四号牌，就是我信他是预言家，很简单，因为那边给我个查杀，所以你可能
不知道哪个是真预言家，所以我跟你讲，因为我认你是好人，因为你是我们预言家发的精髓，就算你不用怕他们，他们怎么打你是他们的事情，你的底牌就是一个好人牌，不要向他们低头啊，不要向恶势力低头，不用害怕他们，勇敢的举出你那一票，四号牌就是一个狼人牌，对吧？还有十号牌呢，是站我们边的，那十号小玩家，我先不管你是不是倒钩狼，就是我不管你是不是一张狼人牌，反正你是站我们这一边的，就是我这里是一个好人，这里是一个预言家，对吧？我觉得你是能看清楚的。那我觉得这边的话一共就只有十号牌一张牌跟六号牌跟我七号牌是在一起的，好不好？就很可惜出局了，但是我希望还能赢，因为我只是一个平民牌，还没有那么的影响到其他的局势、好不好？然后你今天晚上的话可以验一下，就验一下那张二号牌就可以了，然后你不死的话可以告诉我们信息，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可能追悼会的时间没那么长。可是你看一下八号牌的脸色好了，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页，游戏继续。天黑，请闭眼。狼人，请睁眼。狼人，请选择攻击的对象。狼人，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预言家，你可以验人了。昨晚你验的人是预言家，请闭眼。女巫，请睁眼。女巫，你要使用毒药吗？女巫，请闭眼。天亮。昨晚非常遗憾，我们的六号玩家离开游戏，灭掉你胸前的灯。咋的，玩自刀啊？我有想说的套路啊。我就这样说，就是我真的是预言家。对，你们上一局就是不相信我，是你们的损失。对，然后我上一局我查的是二号，他是个好人，有可能我是这样想。上一个晚上，狼人因为他说就是我说我是预言家，然后他就是比较害怕，所以把我刀掉，所以我是这样想的。另外就是我想女巫先不要跳出来，女巫跳出来的话就是好人肯定输。发言完毕。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警长可以选择规定我们的发言顺序。从左边。哦，右边开始。好，从我们死者的右边开始。首先，六号刷是被刀掉的。其实，等一下，死者右边，死者啊，右边。哦，飞航。对，五号。那个，如果我要是那个六号玩家的话，他就是怎么呢？会肯定会让自己剩下的一个同伴来杀死自己，让别人就是他相当于这个做法，相当于就是保了八号吧，就保了八号，然后。就让八号就是可以站好人这一边，然后就可以这个暗中干掉。但是不好意思，你这个发言真的没有太大的说服力啊。对，发言完毕啊，过。其实本局游戏已经结束了，昨天晚上我是查了八号，八号就是一个狼人，所以这一局投他的话，游戏已经赢了，过了。啊，那我就听警长的，今天跳吧。然后六号，我想回一下你那个说法。首先你说你是预言家，然后被狼刀死的。首先我以前玩狼的时候也是喜欢这么玩，就把自己说成预言家。然后第二个晚上让狼同伴把我弄死之后，就我是真的预言家了。然后他们就会信我，把精髓就特别信我的那个精髓那个人。所以说你这个套路我已经见惯了，所以说在我这没用。下一位，现在就一匹狼了，就是八号。
要是，所以今天一定要票八号。要是有人不信的话，反正女巫可以把八号给毒死。哦，好的，一号。一号小玩家这一轮思路是这样的啊，前面就是咱们先别着急，其实这一轮好人很好赢哈。如果说四号是一个真的预言家，好人是不是很好赢？但是上一轮六号毕竟倒在夜里了，我想尊重一下死者，就已经没有解药，而且很有可能他七号狼队友已经倒的情况下，他上一轮再自刀的话就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收益了。所以说这一轮我是怎么想的，我希望的是我们先把就是四号警长给他杀了，因为就算他是一个真的预言家，我们也很好赢。你先听我的一个逻辑啊，就对不对？就那块可能是两匹已经走的狼了，对不对？场面上最，如果说你认四号是一个真的预言家，场面上是不是顶多剩一匹狼？我们好人是不是很好赢？但是如果说就是六号是一个真的预言家，我刚才不跟你分析了吗？他上一轮再自刀就也没有解药了，就没有收益了，而且场上只剩他一个狼队友了。所以说我建议啊，这一轮我们先把就是四号警长给杀了。不是说你不是真的预言家，但是就是把你杀了我要打平衡，就好人很好赢的，但是我不希望就是我们如果是万一是从头摸到黑就不好了，懂我的意思吧？所以说我希望这一轮，然后我说一下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啊，就是那一圈下来所有都是认民的，就场上除了四号和六号就肯定有一狼一预言家，就现在全场没有另外两个神，然后过了。好，我们的十号玩家，我是否定一号玩家的说法，我现在反应过来，四号不是狼人，狼人是另有其人，场上的狼人我觉得应该已经死掉两个了，六号是狼人，七号是狼人，现在我觉得这一天咱们把八号给票掉，四号不要票他，把八号票掉。好，九号玩家，我还是挺四号，相信四号，因为他查了八号是查杀牌，所以就先把八给票，然后还有一号说的就是五号，他说是村民，然后七号说他村民，他也说他是村民，我也是个村民，他们这还用说吗？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村民？反应完毕。过。好，接下来我们场上现在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啊，八号你的发言尤为重要了，请开始。你们有没有想过，现在场上可能不只是剩下一只狼，他们三个当中可能有四号跟五号两个人在这对挑，然后挑我们七八六三个平民，然后来杀我们三个平民。现在杀到最后，我就是最后终于就一个平民，他们两个在这儿，笑啥？不要干扰他们 ，OK？ 一个是伪，真的冤家到现在没有死，但是。为什么他一个跳的冤家他就死了？你们相信他是个冤家，不是他五号他一直在这儿怼我们，然后他们两个人还要加他们把他们四号跟五号把三号节奏带好了之后，把一二十九节奏全部带到我头上来了，可以，所以你们这就可以投我啊，但是如果游戏还在继续的话，那你们就随便找人吧。哎，现在我们的游戏似乎是进入了一个分水岭了，接下来五秒钟的考虑时间，到底谁是狼人呢？五、四、三、二、一。游戏结束吧。游戏结束，好人胜利。八号，请你灭掉你胸前的灯。然后我要很开心地告诉大家，我们的游戏结束，耶！谢谢，我有死了，等一下，我有话说。没有错，林墨，我刚刚真的是难得看到你小那种真挚的眼神投向我这边，你刚刚什么感受？厉害哟！我好绝望，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感觉这一刻全世界都在跟我作对，你知道吗？除了他们两个在躺在地上，我好委屈，你知道吗？前面说我家八号是狼人，我在那儿，怎么回事？我就说第一刻开始我就知道，他就给我泡个金水人，我就是个狼人了，我好委屈。他就开始，不是一开始他们的说话都有，拜托，嘿，尊重一下我好吗？给你面子，好的，我们狼人阵营里面有一个伪装预言家的，
是谁？举手。你应该让我来伪装预言家呀，我就可以直接就演得更加他其实很才壮一些。等一下，谁伪装了预言家？然后你是什么感受？为什么会想到这招？因为第一个狼人肯定要跳预言家，不可能跳女巫啊。就是女巫是，就女巫是很少出来的，所以第一轮肯定要跳预言家，不跳的话，就是狼人有点吃亏。好的，你跟着我竟然无法反驳。然后刚刚我看到一号玩家，你差一点把方向啊，不是，我就是为了帮他们一下嘛，就是我说一下，你六号你上去，我不给你找到一个吗？还有你井下你就踩死他。你就不要想着咱燕子了，如果你就把自己当成一个真的预言家玩嘛，你不可能再去燕，就是你那也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逻辑上的，就把自己聊崩了啊。其实也是有学习的一个过程了。我是会预言家的。我们的七号感觉怎么样？感觉被针对了，有点难受。有点难受，想哭吗？就应该燕我的这个没办法，因为大家觉得燕我是个查杀，那可能就是。而且其次，狼队的套路打得是蛮好的，自刀对吧？因为女巫是有视野的，女巫知道第一天是四号死了，然后没有解药了，所以女巫可以去评判，所以是没有毛病的。只是说八号玩家在最后的时候聊爆了，因为八号玩家说六七八三个都是平民，真预言家没出来，就是预言家就只有这两个，所以你只能认他是真预言家走的，所以可能比较亏这里。OK， 首先请我们那个欢乐的道具小哥把我们的身份牌说上去，然后呢，猎人是谁啊？天哪，他好抢镜。猎人是谁啊？刚才猎人是谁？一号，一号猎人，我女巫。然后我发现我们的二号玩家虽然年纪应该是最小的，然后他的直觉都会很准的，你们发现没有？我发现十号小玩家特别的就厉害，对他们的第六感真的是超强的。我发现他们到现在为止没拿过狼人或者预言家，为什么？是这样，我想采访一下，首先采访一下二号。你觉得下一局谁会是狼人？ 我们来看一下。我会是狼人。搞事情了，搞事情了。那十号玩家，你觉得谁会是拿到狼人牌？狼人牌的话是，我觉得会是一二三三个。不，应该是三四五，可能。还有我怎么无可能？因为你想想这一排这样，对，为什么你才能把我排进了狼人那个坑里面？我们浩浩真的很呆萌啊。确定一下了，最后确定一下，看你这个第六感到底准不准。不要给我狼，谢谢。三四五吧。好，三四五，我们拭目以待，好不好？我们的道具小哥现在又到了你舞蹈的时间了，我们要不要掌声有请他呀？小哥，哎，不是应该彭江平啊？哦，对了，惩罚，什么？哇，下血了！不是，你们，我觉得五号和三号，你们提醒我，我差一点忘了他没有惩罚哎。对。哎，我觉得八号拿到预言家和拿到狼的状态就是特别的明显，特别明显，对，感觉都写脸了。不要紧张，对。但我八号，我不是狼人，他们好像三号是演技派的，就特别真。我演技派，他们在很厉害的，要不要给他们一个犀利的眼动？真的，很凶的。是犀利，不是痴呆好吗？啊，这个是帅的了，帅的了。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道具小哥。这很像 Oh my god！ 我预言家，又是一模一样的动作。他从我这边走过，还说一句谢谢。我为什么又 ？OK。同样，三秒钟的时间，我们的所有玩家可以来确认一下自己的身份，以及来观察一下你的队友，他们有哪些小动作。好险的，真的这一下。OK， 那在此之前呢，也别忘了上一局我们牺牲的战友们把你们的台灯给复原喽。亮灯。啊！我要认真吗？复活了，我可能第一。哎，我这气氛好不容易盯到这里，你又让我破功。好了，等一下啊！
OK， 你们都确认了自己的身份，对不对？好，这一局同样呢是一个预言家加油哦，加油加油！不要闹，我情绪很难控制，好不好？等一下，我们的法官有一点，法官笑点有点低，可能会得老年痴呆。哎呦，好，游戏继续，天黑，请闭眼。狼人，请睁眼。狼人，请选择你们要攻击的对象。狼人，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预言家，请验人。昨晚你验的人是预言家，请闭眼。女巫，请睁眼。女巫，昨晚死的是使用解药吗？使用毒药吗？女巫，请闭眼。猎人，请睁眼。猎人，请闭眼。天亮了。啊，没火了。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这个警长竞选的环节。首先要竞选的，请举手示意告诉我。四号，哦不，三号、五号以及我们的六号。OK， 现在从下一个五号开始啊，我吗？哎，等一下，我是笑一个啊，笑一个。等一下，我必须把我身边的这个可能还没有吃药的人先搞定，从你开始发言。OK， 其实我就是一个预言家，本来我不想这么早跳的，但是昨天晚上第一晚，我验了一号有惊喜，他是个狼人。不，如果还有预言家跳出来的话，还有预言家跳出来的话，那么你就是一号的同伴，也是一个狼人。我就把话撂在这儿了。天哪，第一局发言就这么激烈，有请我们的三号。三号呢，就是老百姓一个，一觉睡到天亮都不会醒的，睡眠倍儿棒的那种啊。就是呢，这一把呢，我拿的是个老百姓，但是就想发一下言。他首先五号他说他是预言家，给了一号他是给了一个查杀牌。如果看六号怎么说吧，如果六号说他也是个预言家的话，就看他的发言。过，我退选。好的，接下来有请我身边的。对，我真的是预言家，真的。哎，你们这样想，我上一局是狼人，这一局肯定不可能是狼人。万一呢？对不对？没有万一，是。你们就说相不相信我？我昨天验的是三号，他是好人。因为除狼人以外的。他发言，因为我发言，我都。肃静啊！听他发言。对，你就说你是不是好人？我是好人。对，那不就好了吗？所以你们要相信我。好，对吧？OK， 就这样。发言完毕。但是只有20%我相信。但是除了狼人以外，其实不投我也可以，就是可以投三号，可以推他上进，只要是好人就行。狼人出来了。不能拉狼人。好，接下来的时间，同样我们没有上警的各位，就有一个考虑的时间了。想推举谁当警长呢？五秒钟的时间考虑。我推选了。四。Come on。三。二。一。恭喜我们的六号玩家。谢谢。有什么想说的？就这样吧。其实我真的是预言家。
对，刚刚五号跳预言家，所以我觉得他肯定是狼人，有可能他是蒙了一号，他说随便说，他有可能把一号陷害成坏人，就是陷害成狼人，对，我是这个逻辑。嗯，这个获奖宣言有点短啊。好，接下来我要告诉我们场上所有的玩家，昨天晚上呢是平安夜。接下来警长确定发言顺序。从右。好，孙一航。那我这里就有话说了啊。首先刚才我看见一号投票投的是六号，那你跟他是不是就是一伙的呢？是。嗯，那你们两个很有可能就是狼人。好，四号玩家。我感觉有点懵。我感觉可能想不出来什么，可能也有可能是一伙的，所以但是我投的是六号，所以我暂时还是相信六号吧。感觉芳芳在我们摄影棚里又失去了方向。好，三号。首先这里我要反驳一下六号的观点，他说我是好人牌，对，我是好人牌，但是我先说了，我开场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就是个老百姓，从一觉睡到天亮的那种，睡眠倍儿棒。然后呢，就是，然后听到我说这句话，好，你马上递给我一张清水牌，我搞不懂你是什么东西。反正我现在信的是五号，反正一号，然后在刚刚投警长的时候投给了六号，反正我觉得这一把就把六号给出出去，虽然他是警长，但是我还是信五号的。首先，我主要是因为那一点，我一说我是平民，他马上又把清水递了过来，我不懂什么意思。不，好的，二号，危险啊。我感觉这句好人有可能会输。你这个斜45度的视角真的很可爱。说完了吗？我比较相信六号。你快来预言一下哪个是狼人，我就投谁了。对，他是狼人。好吧，我们就投一号。好，那一号你的发言就真的是非常重要了，我们来听一下。首先我说一下，因为我在看清我自己底牌的情况下，我觉得这把真的预言家肯定是六号，因为五号给我发了一个查杀，他必然是一匹狼，对不对？然后我觉得我还找出来一匹狼，那就是你二号。你二号前后逻辑特别的矛盾，我如果是狼的话，那你又说你相信六号，你的左右的逻辑就是特别的尴尬，就你把你自己就摆在了一个公共狼坑的一个位置，我觉得。然后我觉得三号的发言就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的，就肯定是个好人，就特别的正气，而且他分析的特别有道理，但是我觉得你可以相信我，对不对？然后我们去相信六号。然后七号吧，我觉得像一张老百姓牌，因为他拿下来面具的时候就感觉，哎呀，确实是把人没睁过眼，就那个感觉那个状态像一张百姓牌。然后别的就是从我该说的我都说了，就五六三二，就我前四号我觉得就是有点划水给我的感觉。然后我在看清自己底牌，就这一轮我肯定是无脑站边六号的，就是初五，就这么简单过。嗯，好的，十号玩家。二号他是一个好人，你一号是把狼人这张牌推到二号身上的，实际上你应该是一张狼人牌，你投的六号跟我们大家差不多，是因为你想投六号，让我们以为实际上你是个好人。五号也是个狼，看清楚一切。五号是个狼，他跟六号竞争说的是预言家，但是我认为六号是一个真真正正的预言家，他说的都是正确的。当初在五号说他是预言家的时候，四号露出了一丝眼神，而且笑容特别诡异，他说了这句话的时候，所以我的认为是一号、四号、五号他们三位是狼人，其他人是好人。啊。好，九号玩家，我是相信五号的，五号我是挺他的，我相信一号是狼人。他刚才说了那么多，说预言家给了他一个查杀牌，他翻他牌说他不是狼人，这个套路上次我记得已经用过了，所以很明确你就是狼人。过。Hello， 我先发言啊，我觉得这一场的狼人应该是一三六。怎么说呢，他们其实有一个特别玩的好的套路，首先五号给一号发查杀牌。好了 OK， 进入天黑环节。天黑闭眼。狼人请睁眼。
狼人请选择攻击的对象。狼人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预言家请验人。昨夜你验的人是预言家，请闭眼。女巫请睁眼。是否使用毒药？女巫请闭眼。天亮了。昨夜五号玩家死亡没有遗言。同时呢，我们的七号玩家也离开了游戏，请两位先灭掉灯。好，请七号玩家发表遗言。没关系，这把应该是赢了。然后你昨天晚上验的谁，你待会儿告诉大家，因为我觉得你是一张预言家牌。然后三号牌呢是第一天的饮水牌，你第一天死了，我把你救起来的。然后五号牌是我读的啊，五号牌是我读的，就这么简单。我这里是女巫啊，女巫站边六号牌啊，女巫站边六号牌。八号牌你的状态是一个好人牌，麻烦你不要打一三六是狼了，好不好？这个板子明显是狼踩狼的板子，因为五号牌做的戏太足了，就是他从第一天睁眼之后就一直很嗨的一种状态，对吧？他做的戏做得太足了，你反而更像一张狼人牌。其次，六号牌给三号牌发金水，三号牌那个行为反而做好了六号牌的身份，就你起来反水，就你觉得六号牌不像一个预言家牌，反而做好了他的身份。所以我觉得你是我的饮水，好不好？你听我一句话，是我救了你，麻烦你站六号牌的边。然后如果你验了好人的话，就外置位推，好不好？因为你昨天没有留一下你的警徽，你要验谁？还好你没死。然后验人推人，验人推人就好了。猎人藏好啊，女巫走了，我把五号读了。过。哎，没有声音。你没有，你没有遗言了。喂，你没遗言。对啊，你没有遗言呐、啊。你是被毒死的，被毒死的。对，你没有遗言。应该我也没有遗言。第二天开始都没有，以后四号玩家了。我感觉目前这个形势，可能狼人可能在二号这边的话，可能是二号，有点可疑。然后感觉八号之一也有点像。什么八号？哦，九号。哎，不要损坏我们的道具好吗？九号跟二号是我目前的，因为我只是个平民，没有什么技能这一局，所以就过吧。好的，三号玩家。啊，那个刚刚说了，我三号玩家，我是七号玩家的一个饮水，所以说我还是信他的。我这次我站六号边，然后，四号开始就是，先给我讲一下为什么你会觉得二号和九号是。狼人，我这就特别荒唐。为什么这游戏是靠一个逻辑思维能力和一个推理能力的？你说你觉得，我觉得你倒是像个狼人，在把自己的身份往外面推，就推给别人，然后让自保自己的地位。所以说，我现在有点怀疑你四号，而且之前发言里面你基本上都在划水，我有点怀疑你。我，二号。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四号，你为什么怀疑我和九号是狼人？而且你有证据吗？而且我怀疑四号就可能是狼人，然后呢，我建议六号预言家今天晚上可以验一下四号是不是狼人。嗯，好的，我再帮你问一句，你说别人是坏人，你良心不会痛吗？我猜痛。好了，十号。我认为五号是狼人，还有四号也是狼人，五号绝对是子刀，他绝对是子刀。四号他，我同意三号的看法，他四号他。说的特别荒唐。二号和九号他们是狼人，你有证据吗？二号他就是思维比较混乱，就因为这一点你就说他是狼人，你觉得合理吗？然后九号这局游戏开始他一直都基本上没太多说话，特别乖，你觉得他是狼人吗？我觉得就是你一号已经自爆了是吧，
所以剩下的一个狼人就是你，剩人只剩场上只剩下一个狼人，就是四号，这局把他票了，我们就赢了。OK， 如果没票，没有人，乖宝宝十一四号救狼，我就是个平民，你为什么要说我是狼人？你有什么依据可以说？你每次在发言的时候都是跟着别人的节奏走的，而你自己却又结巴了，你自己却一点想说的都没有，所以四号肯定是狼人。错，八号，我最开始我被孙一航带走了，我其实最开始我是相信他的，他是个狼人，但是后来我听了这是几号的七号发言之后呢，我就觉得五号好像是有点自爆，而且一号他自爆有点嫌疑的是，他是想保住六号和五号发言，但是五号死了，但我听他们说自爆的话，他五号肯定就是狼人，一号和五号就是狼人，然后你们都说四号，那我也说四号吧，现在我脑子有点糊涂了。我看出来了，自己八号前一个是几号还不确定。好了，六号。就是我想说一下我的思路啊，就是我的思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因为一号刚刚推我是选警长，然后我一开始是没有怀疑他，但是他自爆了，所以他是那个狼人，但是他刚刚推我，但是没有去选五号，我觉得五号也是狼人，所以现在场上还有一个狼人，我是这样觉得，我觉得嫌疑应该是四号，假如不是四号，我们这一轮先投四号，假如不是四号的话，我们就投九号，因为我验一下，我第一轮验的是三号，九号差不多，我第一轮验的是三号，他是好人，然后第二轮验的是五号，他是狼人，就这样，然后我现在能确定八号是好人。所以八号已经把一号说崩了，我们这一轮先投四号，假如游戏还没结束，我们再投九号。你晚上先验一个人，先验我。拜托，这是发言，不是讨论好吗？然后我今天晚上验二号或者验九号。没有今天晚上了，四号就是狼人，他不是，我给你们磕头。请你们尊重一下，我这里还有一个人，十一个人 ，OK。这个不要加场外元素，我想留个警徽。如果真的对，假如我死，我传给三号。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把你们心目中的那个狼人人选考虑五秒之后告诉我，不用这么激动啊！倒数五秒，五、四、三、二、一。四号玩家，请你灭掉你的灯，然后我要告诉你们，游戏即结束。我们的幸运获胜，谢谢大家。这样啊，这是平民，是这样，免得我们聊着聊着我又忘了。首先，我们让这三匹狼先接受一下惩罚，好不好？好。麻烦说一声。好了，我一直想问一下我旁边的五号，你刚刚是怎么想的？你那个战术，就先入为主啊，就是先说的比较有底气，睁眼说瞎话，然后大家都会信你了。然后呢，你的兄弟哎，八号，我最相信你。对呀、啊，感谢你，我相信了，我跟你说。他也不是他演的太烂了。你看这两个字，良心不会痛吗？你看这两个字，良心不会痛吗？好，我再想问一下，十号和二号，你们发现没有？他每次从我们这一期节目一开始，他们选的人都是很准的哎。哎，十号肯定他一轮就把我们翻掉了。我那上次十号第一轮就裸点三郎了，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我们游戏中的那种预言家。十号，你的面具是不是有个孔啊？拿来我看看，是不是看到我们了？可以检查的，别人说。他说可以检查，你检查，拿又不是车了什么样？穿了个袋子。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一局游戏真的是奇了怪了，大家的刀和推都很准很准的。不是，其实我到我那个位置，我就已经知道七号肯定是女巫了。就前面这一轮发言下来，就听他们的发言，就能知道就剩最后一个人的时候，就等八说到一半的时候，我就知道七肯定是女巫，但我不知道八是猎人。就是，但怎么说呢？就我们这边配合可能还是有点问题。我们这边配合还是有点问题，我觉得。本来我是想那个，我要个狼人，就是让你那个反驳我，然后我是得反驳，我肯定得反驳。对，然后呢，他们信你，然后就是他们把我杀了，然后你就可以站
算真的预言家拉边，然后就悄悄的一个一个干掉。然后你突然自爆，我就有点哎懵逼了。哎，好了，知道你五号是真的是史上这个装预言家装的最像的一批了。但你骗了两个人。对呀，两个人骗了，不是等他们全部死完的时候剩我一个。不是，找十号太刚了，你知道吗？就我刚说完，对啊，十号太刚了。对，就我觉得我的逻辑也没问题，你知道吧？就六号肯定你也相信我是个好人，对不对？等到十号那会儿，你一号必死，四号我死了，两个同伴都离开游戏，咔咔咔，对，四号我，对呀，两个同伴相继离开游戏，我成为大家的靶子的芳芳，你有什么感受呢？对啊，我当时非常打腿啊你这个游戏为我当时当我发言的时候我都好想我狼人在必须得杀打腿啊你其实你可以就是当时我说二号跟九号我就不知道怎么说的我当时我语无伦次的然后就被我抓住了哦展一文我要给你透露一个信息第一局的时候狼人刀的是你对、yeah, 你被救因为刚刚我们的气氛都非常祥和对不对我就要来给你们搞点事情啊我们的女巫是七号，她为了救你考虑了很久很久，你要不要质问她为什么 ？Why？ 就是因为我要考虑会不会你是一个制刀狼，但是我想了一下，应该大家可能打的会比较简单一点，可能就是只是刀狼人之外的人，所以我就把你救了。然后第二天就把五号给堵了，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好人牌，然后六号牌给你发金水的状态会比五号给一号发查杀好很多很多，所以我认你们俩一定是好人，然后你是真预言家就堵了，但是你以后不要去验那个对跳的预言家，他跟你对跳他就一定是狼人，说过一次对，他就一定是狼人，因为平民不会跟你抢警徽，平民你试想，你要是一张平民牌，你会去抢警徽吗？对吧？换位思考一下就知道了，所以浪费了一个艳人。好了，感谢我们小狗老师大讲堂。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有说过，我们每一次的节目呢会评选出一个游戏王，对不对？平民获胜积一分，狼人获胜积两分。那么整个一季会评选出这一季的游戏王。接下来我将要宣布我们本期的游戏王，你们觉得会是谁？应该不是我吧？应该是我吧？我觉得不是我。这两面的，我对面的，二，应该是二和十，二和十。我觉得十号吧。二和十吗？对，二和十，他们基本上就是每次都特别，每次都赢了的。对，他们每次都赢了。好，那我们就来平民，我一直都平民。先揭晓一个吧，二号是我们的本期的游戏王，还有一个你们刚刚都猜错了。林墨，不是，还有我死了一次。六号，五号，不可能，四号，我才得意。好了，一号，我来告诉大家，二号和八号，现在我们掌声欢迎两位游戏王到我们的舞台正中央。是我吗？是我吗？你猜。等一下，你猜一下，什么？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游戏王？我脑子是很聪明，这点我是承认的。啊，你脑子很聪明，我也承认啊。敢不敢走上来？回到座位上。二号、十号，掌声欢迎两位。来来来，两位小朋友，到我们舞台的正中央。从二号开始，要不要给大家来说点什么？我对，站到我们舞台最中心了。不想说什么。不需要说，就是已经懵了，对吗？好的，我们自己怎么得到游戏王的？杨静静，我今天得到这个奖项，我要感谢。我感觉所有人没有给我狼人这个身份牌，因为我觉得这个游戏玩狼人肯定就会输。对，这个是为什么得到这个牌的原因。我觉得是我这个人运气好，虽然我全程都在神游。不是，你相信那个？其实你确定那个哥哥就是能够代表你发言吗？其实他说不能代表他发言。擦掉，擦掉。好了，首先是恭喜你。那十号小朋友有什么想说的吗？首先，我要感谢大家。第二，我要感谢我的第六感，才能让我得到今天的游戏王。比我还棒！谢谢大家。好尴尬。哦，第六感。不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我这三局除了平民什么都没当过？
嗯，可能就是老天的安排吧。就跟你每一局都猜对了一样，你觉得呢？好吧。好吧。打平回到座位上来。其实我想说，当我拿到狼人这张牌的时候，我的心中当时就在想，活着就好。我拿着狼人这张牌的时候，我想的是，输了没有啊，我拿狼人是，算了，别玩了，我自爆吧。不是，我拿到狼人这张牌是 ，OK， 活着就好。好了，你们刚刚这么热烈的讨论，其实我想跟我们的现场导演来讨论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给一个手势给我了，就是。我们游戏王出来了，是不是没有得到游戏王的人是要接受惩罚的？你是不是太多了、oh,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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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麻烦说一声，说个三个对呀、啊，145刚刚我们上一局也惩罚了，所以说刚刚导演跟我说他的恶趣味告诉我是这个，那你们接受惩罚吧。哎哎哎，没有啊。哎啊我的天！一波大出来的题，好了，看、哦，大家来到了人间仙境，看，这是大海，那是我们的家。林墨，你疯了！好了，今天我们这个狼人 Triple Q 的这个节目呢，就在非常欢乐祥和的气氛当中就结束了。那要提醒各位的呢，如果就是喜欢我们的直播的，要点击我们关注我们，然后多送小礼物。那么下周五我们8点不见不散，拜拜。狼人，哦妈呀！快点跳个舞，你是真的要跳舞吗？